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回来拜一日。一句广告台词，讲感冒烘烘的时，这字烘要安怎写？今天要跟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烘和安烘第一条。读烘这是读白音，烘的意思就是用火烘，咱讲烘肉。另外起火来烘食物、食物，或者是把咱身躯较烧热的，咱讲烘火。啊，若是用热搞水滚的物件，烘好干、烘好干，咱讲像个衫烘好干。一个特别的用法，就是头前讲到小瓜发烧，咱讲烘烘。这里文音读作烘，带大家做回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回来看到读作烘肉，这个意思就是起火，甲肉烘好熟、烘好烧。第二个词读作烧烘烘，会当讲是天气真热，人就熬翕热；，卖当讲是因为身体发炎，引起到身体温度一个升悬，亲像发烧，规身躯拢烧烘烘。颠倒病的词就是冷叽叽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天气一个小烘烘，大家小少去溪仔边耍水兼烘肉，囡仔拢耍甲嘴笑目笑，心花开，足欢喜。咱做伙来关心，这一字读作烘，这是读白音。另外，母音读作烘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